位朋友们，大家早安。好。首先，我先代表我们全校的小朋友跟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家长，来感谢大家。那今天除了我们的小朋友之外，我们的部落的家长也都在这边。那我们也先给这两个礼拜特别担心我们小孩子的家长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先谢谢他们。因为呢，他们是第一次孩子可以跑到这么远的地方，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啊，因为孩子要离开他们这么久，很难得。好，那在今天这个场合，非常感谢我们长荣公司长荣集团安排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，让我们说出心里的感谢的话。那也要特别谢谢长荣集团，在这次出国可以让我们有免费的27个小朋友的机票，可以搭飞机出国，在这边代表小朋友。